是啊，我载两三两张啊，咱的阮的张出路的啦，张家伟工厂出货的新的专辑，有闲的大家来坐一下啦吼。好，最后一条，农村出代志。后面一个排骨便当的，内面两粒卤蛋，哦，不要酸菜。阿爸老皮话，阿妈要歹势，也是大家来想。过去的生堂，倒水味道倒三碗，代表阮阿妈三世安。吃饱一顿，阮命有够，阿落风头三点半。哦、真的，阿哥，这张你还有库存吗？要不要拿出来卖啊？改天再找一下这样子。哇，好了，我再次掌声，谢谢角哥。这张很珍贵哦，灭火器88颗，拔蜡子还有什么？哇塞！啊！恭喜大家。